上本期视频，今天盘点一下女星产子出院画面。杨幂产后出院的状态和她的穿着都曾经让许多网友质疑，这真的是刚生完孩子吗？短裙秀身材，她产后恢复也太快了点。不过当时杨幂怀孕还在拍戏，不愧是拼命三娘。虽然她这副穿着不符合常理，但是女明星肯定和普通人不一样，她们有专业的营养师和月子中心呢。黄晓明夫妇从结婚到生子都是相当的高调，赚足了娱乐版面，而且 baby 出院也是打扮一番，完全像是要去出席活动一样。而且这位新晋辣妈还有变瘦的迹象，这也怪不得有代孕的传闻了。邓超和孙俪夫妇一直非常接地气，裹得非常严实，和邓超形成反比。其实出门这样穿对产妇来说应该是比较正常也比较健康的，孙俪果然很注重养生啊。郭晶晶和霍启刚夫妇二胎产女，没想到过了3个小时他们就出来了。老公霍启刚去开车门，郭晶晶不仅自己麻利地走出医院，还直接单手提起来看起来分量不轻的婴儿车，真是太霸气了，不愧是曾经的跳水皇后、奥运冠军啊。